好，换你插好了。太有名了，还要介绍吗？没有问题的人听我讲。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黑管口配，很多年的乐器，他总共负责三个乐器，他是我们台东蜀东医院的精神科的主任，他叫黄义珍。大家没有问题，想戒酒的也可以找他啦。如果有真有精神上方面的，还是要找你。欢迎欢迎。我就是他的病人，我是他病人之一，是吧？没错，没有要医的，没办法。再来介绍一下小鹿。大家好。比较善说，比较内向啦，比较少话一点，比较内向一点，比较小鹿。他比较等一下，没讲完。现在比较擅长的是贝斯啊，那其他我以为他跟我讲说，比较擅长的是钓鱼。只是他因为真的是我们没有吉他手，所以他是这不是贝斯吗？不是啊，工作人员了解的，没有啊，还好，差不多。小鹿唱歌也很棒，他自己会做一些歌。不要讲，大家知道哦，大家可以他来一首，对。然后最旁边的你介绍，这是我们这个台东水晶包王子，自己自入行销一下。他叫伟盛。他进入的行业不止水晶包。对的，他不只是要每天早上大概四点还是五点要开始吧，赖床到六点，然后每天要做很多的豆浆。是这样吗？没很多。讲一下每天要生产几西西的豆浆。啊，不是，这样怪怪的。在哪里的？在哪里家店？在那个塞公街上。大家的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大家。我要讲我的，等一下我没讲过。大家搞不好还是大家的那个水煎包，大家的水煎包是菜包，而且最主要是每天呢最少要包1000颗，那就1000颗卖完就没有，而且他的那个豆浆啊、水煎包啊，都是基本上来讲，像我这样听他在讲说。好了，你不要讲太多，碰我的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买的秒数比较多了。就水晶包嘛，对不对？就水晶包，反正大家有空叫什么面对那个在那个幼稚园对面。哦。没有大美。浙江路跟开封街。碰我的。大家一定要想一下，你这样干什么？那个是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啊？那个。有吗？刚有介绍。对，我这次我介绍了，我叫西子。啊，大家知道啦。在七路。然后我在正七路跟金方滨城的对面开了一家服饰店，叫西子的店。就卖一些民族风的，印度、泰国什么的都有，很漂亮。对，有空欢迎到我的店来。到那边有今天我来听的，我全部都有看哦。打折哦，打折，没有打折。在七路359号拍广告呢，村长你要骂死我！千万不要走错哦，之前在市场那间哦是骗人的，所以大家不要信。因为他是，西子是阿美族，阿美族跟台湾，你别忘记，阿美族爸爸是台湾族，对，我是卑南族，所以说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台语歌曲。台语歌没有了，其实有一个朋友啊，叫做打根老婆，其实很多朋友应该听过他的歌，他有一首歌叫什么《关子的新鲜》啊，这首歌其实很早，大概做最少15年左右，不过很早以前他唱这首歌，我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那个时候大概12岁、13岁左右，对，大概5年前的时候了。
不过那时候听到管子明行销这首歌，我真的觉得哇，你们原住民歌曲可以这样写，而且还可以写成台语这个样子。所以说我唱完以后，好像台语两闽南语好像听不太懂，没关系。好，大家听看看管子明行销。哎，我们讲 A 哈 ，OK。通常都不会不太一样，那个不一样啊，因为是配在主上面煮啊。